为什么百万博主直播间只有30个人？今天拍一期户外玩泥，好多人进我直播间都会说一句：“啊，你直播间怎么人这么少？”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史莱姆博主，却在播游戏。以前播史莱姆的时候人也不多，也就100个，所以后面我就放飞自我了，我就自己喜欢什么我就播什么。因为我平时就一个人很孤独，但是又很爱玩游戏，所以我就直播游戏。直播间可能太枯燥无趣了，所以就留不住人包。但是又是因为人少，所以我玩游戏的时候几乎每条评论都可以读到，我就交了好多好多的粉丝朋友。这就是为什么我直播间只有30-40人，但是我还是很开心很开心。这个也算是自娱自乐吧。这个仿真杨梅汤太好看了，碗是我自己买的，因为它那个图片上画着一个碗，所以我就自己搭了一个。户外拍泥光线真的好好呀，我新租的那个家下午都没有阳光，依旧是不怎么会玩假水的博主一枚。它这个是那种酸梅汤的味道。其实直播30几个人也很开心，好了，拜拜。